Hi, welcome to another episode of Dying to Meet You, and I'm Angjolie Mei here. So for the first time, I actually have someone very special, someone that is in my trade. Very first time I have a funeral director with me. So we have Yong Feng with me, but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in my podcast, I will be using Mandarin language because it's actually better for Yong Feng. Thank you. I also feel that it's better to be using the first language. I really hope that we can have the subtitle for this. So my editor team, you have to work harder, okay? 好,大家,感谢大家今天能够来收听我的 podcast, Dying to Meet You. 那今天呢,要换一个方式,就是用华语来做这个访问,来做这个 podcast. 那非常感谢今天,永丰可以抽空来做这个 podcast, 其实我是你的很大的 fancy, 哎呀,我是你的粉丝, 因为每次看到他在议员,这个公司,这个殡葬业的公司呢, 其实你创办应该有四年了嘛,对,四年了,那在创办 这个公司的时候，我相信你有很多故事了。那些朋友呢，在收听的，如果你还没有还不认识，就是议员呢，其实你可以在你们的 Facebook 就是 议员 YIYUAN。其实我想知道，就是永丰，你起初哈，因为你们第四年了嘛，今年在做这个名字的时候，议员是出发是怎么样的一个 idea 呢？ 那时候我们就想说去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这个这种行殡葬业的一个名字了，然后我们就列了大概可能200个单字，哎呀，就这样子一直抽，就把自己喜欢的字把它列出来，然后后来就是无意中在睡觉前，然后就发现这个义跟缘好像凑起来不错，然后我又想到它好像是一个 process。 就是一个死亡的process，就从一个义变成了零，因为圆的好像一个中文里面的句号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process 很有趣嘛，就是好像我们出生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从什么都没有，然后成为一个人，然后有丈夫、家人这样子，我们变成一个义，然后死亡，很多人就说，你好像回到出生的那个时候，就变回零。 所以，但是我们就希望有一点设计在这个零，它有点不一样，是因为这个句号本身它里面多了很多的人，它不像你刚来的时候是什么都没有的，那它其实多了很多人，所以圆本身它原本是一个人在里面的，如果你懂那个字啦，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把它设计成两个人拥抱，所以这个 full stop本身因为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关系而得到的圆满。 这样子哇，你看，那如果说希望有一天呢，新加坡的朋友如果你有兴趣哦，可以来到马来西亚吉隆坡，可以来参与你们的这个讲座嘛，你做蛮多讲座的啊，我们有做那个好像 workshop 这样子啦，对，关于死亡啊，这样不知道新加坡的朋友有没有对这个 experience 会不会觉得说很担当呢，还是说可以接受？哎，想问一下永丰，你之前其实是你就读怎么样的一个怎么样？ 踏入这一行吧，我是念那个 counseling and psychology 的，在台湾毕业，然后我在其中我就 intern 在一个殡葬公司，然后它里面有一个辅导部门 counseling department， 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在那个 counseling department， 我们就是去 support 那些 bereaved family， 就 after funeral 之后，我们会去 continue support 他们，所以我是在那个情况认识了所谓的殡葬行业。 然后 after that， 我毕业之后呢，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工作有兴趣了，所以毕业之后就加入了这个殡葬行业，正式成为一个 funeral director， 然后就做到现在了。其实那时候你在做这个辅导跟这个做殡葬，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个差距？我纯粹是个人的个性啦，因为做辅导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可能他们 after funeral， 然后我们就去 support 他们嘛，很多时候他们连我们是谁都不认识。 然后可能你要花很多时间再介绍啊，然后跟他再一次的去产生关系啦，就是说去跟他认识这样子。所以可是 as a funeral director 你就不是了，就是他一有人亲人去世之后，你就开始 support 他，然后你就开始帮他做东西。我觉得把我的 knowledge 放在说 assist 他们再去做整个 funeral arrangement， 就把你自己那种同理心啊、你的辅导的这种东西放在里面的话，我觉得更符合我自己的个性啊。我喜欢一边做，然后一边帮他们 ，instead of 就是我们这样子坐下讲话这样子。这样的时候你在踏入这行，有没有说好像家人反对啊？因为辅导嘛，然后又差，我就还好，我的家人很 open minded。
他们有问一下啦，就是说，哎，是他们也不懂是什么来的，对对对，其实 ，but overall 他们很 support 我整个的 decision 的，反正是我要自己创业，他们就怕。哎，对，想知道，因为创业不容易哈，因为自己本身在哇，应该算14年前我自己开自己的公司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在找名字嘛。就是新篇章，那我就希望说，哎 ，new chapter， 可是我不要用新哈，就是 new chapter，我要用 chapters from the heart， 就是用心，然后一切从心开始。那时候你要创业的时候，家人的感想是怎么样的？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 businessman，所以他也很知道他不是什么大 businessman， 他就是开餐厅，开一个 kopitiam 这样子的。So 他知道创业非常的困难，所以他就是一直叫我，因为以前做工打工不错嘛，收入不错，然后待遇不错这样子，他就一直问我要不要重新考虑啊，因为他担心，你知道吗？就是爸爸担心儿子这样子啦。不，我很坚定啦，那时候，所以他也是 support 啦，就是不会怎么样。就这四年来，他也没有说哦，很好很好，特别好的决定。有啊，可能我就是。因为我是 from Sabah， 就是 Malaysia 的我就是东马那一边的嘛。然后可能议员我们也有被采访啊，还是什么电台啊什么，所以他也蛮 proud 啦，就是因为他们那边有看到我们上电视什么这样子呀，所以他就觉得我们做的不错，而且我们每次写文章他都会 share， 然后他说他都有读这样，我觉得蛮自己也蛮安慰的这样子。就你可以分享一下，对，因为我觉得你父亲哈、哦、就是以女为荣哈、哦，然后你比较就是在议员。你们的这个面部啊，比较说你写的那些文章啊，有可能就了解一下说你最辛苦还是说最大的 challenge 在这一行是什么呢？如果是要从可能 business 的角度来看哦，那我们的行业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说你的 client 从哪里来。这个很困难的，因为我跟 Alan 就是另外一位创办人哦，我们都不是好像说做 sales 出身的呀，我们是做 funeral 的，我们是做 service 开始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对这部分的 knowledge 非常深，然后也很有兴趣。可是你很会做，并不代表人家要给你做呀。然后你知道我们这个 industry 是很封闭的嘛，所以大部分的情况就是可能大家坐下来，然后哎，他认识你的这个人久了这样子，然后他给你做这样。像我们是 nobody。然后你又没有钱什么登报纸还是什么这样子，所以一开始是很困难的。我们试过可能两个月这样子一个 case 都没有，哇，然后那个钱就是一直这样烧，一直这样烧，一直这样烧这样。我可以理解，是。所以那时候是我觉得是非常困难的，就会一直问说，因为那时候我跟 Alan 就很单纯的相信说，那只要你做得好，那别人就会支持你嘛。但他不像 cafe， 你知道吗？我吃的好吃，我叫一个人，他也觉得好吃，他就过来吃这样子，你知道他们。所以他们每次在我们的 FB 那边留言说啊，我往生也要给议员这样子。可是你知道，他不是每一天吗？不是每一天，对。对。所以就 ，but 很庆幸是我们的东西在 social media 它 work， 然后就很多人是 through online 认识我们，还好有这样子的一个 media 啊，不然你看你哪里有机会打什么 billboard 什么报纸，不可能的嘛。对。而且我觉得说马来西亚你们这边也蛮大，就是比较大的公司哈、哦，在殡葬业也是就很 established。Yes。然后你们以一个很像我应该用这个英语就是说啊 baby， 可是你们是 boutique 嘛，就是比较特殊的哈、哦如果你要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丧礼，我觉得啊你们就做到。那。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有哪一个丧礼？我相信应该蛮多的。是。So 现在有可能你的 top three 就让你印象最深刻，然后有可能就是让你的人生哈、所谓有一个转捩点，或是认知到哇，其实哈人生就是无常哈。有可能你可以分享你的经验。其实我们一开始在做的时候，我们标榜就是说 starting with 一个 personality 的一个 funeral arrangement， 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没有学过的，就你对嘛，对不对？我们去那里学，我们其实都是每次就是 brainstorm， 然后 idea 出来，所以每次在做了一个的时候，想说哇，这个应该就是最后一个可以做到这么完整的。可是又有 client， 然后他提出的 idea， 然后我们又在做
越来越把很多的这种 personality 的东西注入在这个丧礼里面。如果一这样问说对我自己影响很大的话，其实是有很多啦。那 我想分享今天可能是有一个女生，一个女人啊，她叫 Angie 了。然后她在生病的时候，她就找我们，那时候还是过年，她就打电话，她自己打电话给我，她说我想要去 planning 我的丧礼，我是一个 cancer patient。 我说 OK OK 好，那时候我在东马，我就说那我回来过后我去找你。所以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就跟他老公一起做。他那时候很瘦，但是还是可以讲话走路的。所以他就 plan 他的丧礼，他很有想法，他是一个 Buddhism。 然后我就问他，那我们要上香吗？他说我不要，像我们献花好不好？他又不要。他说我是一个就是 practice Buddhism， 但是我不注重这种仪式的东西。所以我们就 brainstorm 很多东西。我就说那些花的 decor 它就很特别哦。你看我们丧礼每次哦，主家就会嫌什么呢？嫌你花不够多。他说什么？他说我不要花，他不要花，他因为他是住在那个云顶的半山的，他讲你看我的 surround 都是绿色的，所以你帮我用绿色来做布置，然后就有很多这种点滴，然后我就回去咯。回去过后大概过了差不多整三个礼拜左右，三个月左右，然后他的老公 call 我，他老公 call 我的时候就知道应该不太对了，然后他就说他的老婆现在病得很重，然后他想再见我。我就你知道很奇怪，就一个 funeral director， 人家一个要可能要走的人，为什么他要见我这样子？我还是过去。过去过后，他的两个女儿也来了一起。然后他那时候病得很严重，很严重，而且他已经是瘦到没办法走路，没办法讲话。然后他就坐在那边。我那时候就很觉得很可怜了，就是看他真的是从一个算是健康的人，然后变到完全不能走路。然后我就不懂我要做什么。然后很 magic 的一个 moment 是，他那时候就看着我，然后他就跟我笑，他就跟我笑了一下。然后我就好像 get 到他要讲什么，他大概要传达给我的 message 是，他说永峰你不用担心，我准备好了，我准备好了。所以我觉得那个 moment 是非常的 powerful， as in 就是一个人哦，原来他可以这么 ready for 他自己的 death。就是而且他的整个过程很 elegant 的，就是他病到这么严重哦，他还是住楼上如果 Malaysia 的话，一般可能你住那种双层，对不对？你一定是住楼下的。他还是住在他的 master bedroom， 睡在他的熟悉的床上。然后我们那一天我过去，他主要就是想让他的所有家人知道整个 process 是怎么样，他希望我去把整个 process 讲出来。所以那过程很特别，是我发现当一个人他能够接受自己的死亡的时候，这个勇气哦，他会影响他的家人，让他的家人也很有勇气去面对他的离开。所以当他过了大概一两个礼拜过后，他就走了他就走，然后他的老公就 call 我，然后我去到现场，所有人是很 calm 的他的老公就很 calm 的，我们也不需要沟通，因为所有东西都讲好了。他的女儿就把他的衣服准备好了，然后香水，然后他的化妆品，然后也跟着我们的离体师一起帮他的妈妈做整个化妆。然后她老公就是去把一些准备一些信啊，就是要给大家看的，然后准备写一些关于说这段时间她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整个过程是很，就是那种 grief， 她不是那种好像华人哦，可能哭到很大声，也不是完全没有感觉，她就是慢慢的、慢慢、很 slow、很 smooth 的这样子去进行。所以那整个过程给我很大的一个启发，就是 actually 我们有机会去 prepare 自己的 death， and then 我们是可以很安心很安详的去走过这一个过程的。哇，你这个故事就让我想起，其实我的一个朋友在前年跟我预先安排他那时候46岁，然后就发一个短信给我说他要预先安排，然后我说你为谁预先安排？他说为自己。那时候他才大我2岁嘛，我就问他哦，你怎么了？他说哦，我得了癌症，只有一年的寿命。所以我第二天就讲 OK， 我去找你。然后一找他，我就也有跟他一起做 podcast， 就稍微要了解说为什么他要预先安排。那因为他家人，其实他家人有几场都是我们做的，然后每一次做到他们的丧礼家人有时会为了一些意见不合啊，要走道教啦，要走佛教，然后往往都是我这一位朋友来安抚那些老一辈的说啊，别人安快走，不用这样子做啊什么。然后这次为他自己安排，他太太也有来，然后他两个儿子一位是17，一个18，然后我就问他太太，你要不要一起参与？他太太说不可以，我接受不了。所以他们就坐在外面，就在客厅啦。像我就跟他，我们两个就在谈。其实他就跟我说，他的用意就是不希望他的家人就是他那边的家人来烦他的太太，
因为他太太比较应该算是就是很小鸟依人那种啊、不会大声，很斯文，对、所以就希望说哦、他安排好了之后，那他的家人就没有话可说。那时候跟他讲完了说哦、你要安排什么啊，你的歌曲啊什么什么啊，跟他点就是他的 checklist 啊。第二天他就发给我一个电邮，六篇哦，六页他的 instruction。嗯，然后他说诶、我有些东西要改，然后他的照片呢、他要用的最后一套衣服也照片也给我，然后最后一个遗照也是发给我，然后歌曲他稍微有改，然后在那一年他有改，然后有一天他就发短信给我说诶、我跟我的家人一起去跟定，如果什么事情我的弟弟会找你，因为他弟弟跟我是同年啊，嗯，所以我们之前是在中学一起就读一同样中学，然后我说诶、你 just keep on fighting 啦、然后因为他用了这一个字，他说我不服、我不服会这么早得了这个病，那其实他是在一月头过世，去年的一月头，然后我还记得就像你讲的，哇，全部的丧礼，他弟弟打给我说诶、我哥哥说凡是什么事情找你就对了， OK， 我连他要什么都不懂，我说可以，我把你哥哥交代的东西发给你看。嗯，他看到的时候他很感动，他说我这个哥哥哦是很鲁莽，很比较粗俗的哈、没有想到他会做到这样仔细的一个安排。我说你知道你哥哥哈、第一句哦，他的第一句是说，凡是什么事情不要找我太太，就找我弟弟。嗯，哦、然后所以你还以为说哦，他的家人有可能会有很多意见，其实，在丧礼就像你讲的，就很。就是那种勇气哦，带到整个丧礼就很安抚他们说 ，This is what he wants， 这就是他要的，他的要求哈、他不要什么上堂啊，他就是要一个他为了就是他的家人比较属于道教，他就说他的布置背景就用一个垫子，其实要用佛教的方式，纸屋也烧了，那其他的东西他要的东西都给他陪葬，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其实死亡就是必经之路嘛，好，我们每个人一定要经过的。嗯，所以如果说可以很坦然的去谈这个话题，我觉得可以让更多人就是活在当下，或者说没有这个遗憾。嗯，那你除了这一个呢，我知道你在网页你也有做了很多就是蛮年轻的，然后之前你也是有帮助到一个家人那个侍卫嘛，就是哦，巴丹咖喱的，对，土崩，对，所以有可能你也可以分享一下这个 case。其实那个时候就接到这个案子的时候，我其中一个是我认识的人 ，actually 他是我们的同行，他是一个南摩罗，他是一个塞公啦，塞公啊，他是一个塞公，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东西，然后不久我就接到他电话，他就哇一打过来，他就跟我说阿峰啊，我的。心很痛，他说四个就一起走了，就是他的儿子、他的媳妇，然后两个孙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很 challenge， 是因为他是我们这行的人，所以 actually 很多人 offer 他 free 啦，帮他做这样子，他就不要，他就是一定要我们去。我就很奇怪，想为什么的？而且他在马拉哥很远，然后他就说他的儿子曾经跟他讲过，他喜欢我们。就因为这样子，然后他也相信，因为他这个儿子就没有做筛工啊，就是做那种 manager 的那种人来的，所以他就知道他是喜欢我们这个 style 的。然后我就一直跟师傅讲说，我说师傅，如果我们去做那东西，可能我们就没有这么跟传统的，你 OK 吗？他说 OK， 他讲传不传统不重要的，最重要是我儿子会喜欢。所以 instead of 好像平时如果是以前我们也是有做过这样子的几个人的一起的丧礼，他就是可能是棺木就是一排一排一排这样子的，我们那时候就做成好像一个 L shape， 然后都就是爸爸妈妈，然后两个孩子是一个空间这样子，我们就把它分了，就一个成人的，一个是小孩子的，然后我们特别也用比较多心思在小孩子的部分，因为我们相信他的父母也希望我们这样子做，就是一定把更多心思放在小朋友，然后那整个过程是很感动的，因为去到家里的时候，我就跟他的家人说，我说可以让我去看小孩子的房间吗？然后我们就好像那种好像要警察这样子开始全部开始翻哦，翻，然后我们就找了很多画，那时候他的孙女很爱画画的，我们就用了一副白墙，然后把他所有的画放出来，而且每天就会换，然后他的公公就很 proud 的，就是每个人来他就会介绍。然后到晚上
他就会抱着，因为他的孙女是最后一个找到，找到的时候他已经腐烂得很严重，所以必须火化，所以他的孙女是骨灰盎回来的。前面三位他的遗体还 OK， 对、然后只有他的那个过程其实也蛮感动，是因为那时候找了三个之后，大家就讲说不要再找了，就送他们回来做丧礼。他说不要，他说不可以，他们四个去一定要四个回来，所以他就坚持，所以等到第四天他才找到他的孙女，然后回来了。所以晚上他就会抱着他的那个孙女的恩，然后跟他讲绘本，说绘本、bedtime story 这样子，然后他就抱着在那边，然后就我 那一刻我就感觉到他在那个 moment 好像有一点点 peace， even though 他是很 heartbroken 的，但是那个一点点的 moment 我觉得有给到他 peace， 就是我们制造这个 environment， 然后给他跟他的这个孙女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因为如果你放在可能平常的 setup 的话，那他就比较难去做到这件事情。我比较难 describe， 因为我们要看那个画面。对，所以我是说一定要把这个照片放上这个 podcast， 这个 YouTube， 这样子你们才知道说永丰说的这个是什么东 西。我还记得当初进入这行的时候，很多人都很避忌哈，好像看到棺木啊，往生者躺在里面，之前不会说有人会好像我要去。就是触碰到往生者啊，而是之前的理念就是不可以把眼泪啊掉进棺木里面啊，不可以去触碰它，所以我们真的是在改变那个思想啊，change mindset， 然后要用很多新的 innovation， 因为很多时候好像家属会说，哎呦，他死人用 corpse， 就用这个华英语字corpse， I don't want to touch the corpse。然后我要跟他们纠正说 ，It's not a corpse, it's your mom, it's your dad， 是你的父亲，是你的母亲。然后他们就慢慢就原来可以这样子做。好像比如说，好像抱那个有可能以前的老一辈会说不要去叮当啊，不要去动他啊，给他安心的在那边。或者是连我还记得我出道比你久啊，因为你还很年轻哦。当初我在进入这行，因为没有 handphone， 没有什么照片啊。然后我还记得我那时候就很给强了，就觉得说，哎呀，我要改造这个殡葬业。那时太年轻，所以一直觉得说，哎呀，这种以前的老款哦，要改了。然后我就建议说，哎呀，把那些活人的照片、家庭照啊，全部摆了。就是现在你看，是很普遍的嘛，对，很 normal。可是之前我要放的时候，哇，给人家臭啊。他说活人的照片不可以放的，你不懂啊，那不要啊。哇，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其实有可能我的思想太过 modern。他说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人走到最后一段就是要记得他怎么死，而不是记得他如何活。是。然后他所贡献的啊，给朋友啊或者家人啊，我还记得我父亲走的时候，哇，他那七天的丧礼我每一天一直在重复他怎么死啊，怎么最后一段啊。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心里就说，哇，我希望我有一个 tape recorder， 你知道吗，就是可以说直接 voice record， 然后跟他们讲，然后来给你手机，你 play 一下，然后十分钟之后我再过来，我爸爸的怎么走啊，最后一层啊就在这里。可是我最喜欢就是跟爸爸的朋友说话。其实爸爸在殡葬业也是很多年了，所以他很多朋友，然后我们都不认识的，然后他们来的时候，来，就叫我一起坐下来，说啊，你爸爸很好笑的，他很喜欢逗人家笑的。我说哇，我爸爸是很一个严父来的，在家里从来对，真的不一样。然后就讲哇，你爸爸很喜欢讲笑的。然后我最应该说印象最深刻就是那时候爸爸生病的时候，我家的车嘛。然后我就讲，为什么他的 glove compartment 这么多红包，很多红包？那时还没有进入这行，所以不了解。我说这么多红包，里面都包好像12块这样子。然后之后也没有问他啦，生病的时候我叫他的车也没有问他。然后到他的丧礼的时候，就有一个这个 auntie， 他就说，你知道你老爸每次来我的餐馆每次拿红包去那些投手，给他们一个人一个红包。所以说原来是这样子那时候我弟弟才9岁，然后我就跟我弟弟用这个方式，因为他不了解什么叫死亡那时候。那我记得我就用一个纸盘那时候是纸盘啊，我就跟他画画，我说人生出来啊，然后你读书啊，读书了就毕业了之后就做工啊，做工的时候就认识你将来的太太，然后你就老了之后就往生了，所以爸爸在这边，然后到时候爸爸又回来做 baby。因为我父亲是佛教徒嘛。然后我还记得我弟弟问我，这样哪一个 baby 是爸爸？
那是在九岁嘛。然后我说哦，我们不知道哪一个宝宝是爸爸，可是希望爸爸还可以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啊。然后他就 OK，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这个故事。我说你知道爸爸很慷慨啊、，very generous， 他每次去餐馆都会给一个红包。然后他就好好好。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父亲往生差不多一个月之后，他回去学校。有一天他回家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哎姐，我做了一件事哦，跟爸爸一样。”我说：“你做了什么？”哦，我给我朋友钱。嗯，说你给他钱干嘛？你给多少？一块。我说为什么？哦，我要因为我朋友要喝 Coke， 所以我就给他一块钱喝 Coke。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其实一个，哎呀，有可能现在我的女儿哈，应该不会认识到我父亲嘛。像如果说在以往哦，以后可以用 technology 可以记载这些，我觉得就很 meaningful， 就是很有意义的嘛。是，对。所以你议员还有什么新的构思吗？除了做这一些啊，还有什么新的玩意儿？因为其实要在死亡的当下去讨论，好像或者是生病的时候去讨论死亡这件事情，它其实蛮困难的。很多人也不愿意这样子做。That's why 我们就做很多比较education 的东西咯，像是我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好好告别的这个工作坊的系列，现在已经做了大概有十多场，然后你会发现反应很好的，就开放，然后大家就很快就报名了，就满了。然后上一次的时候就蛮好笑，就来到这边，我们最后一个 section 是大家会 sharing 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是40多岁的一个女人，然后就说，我以为我会是今天来最年轻的。因为他以为来参加这个一定是比较老的人这样子，结果他是最老的啊！哎呦，他就没想到说，哎，原来现在的年轻人很愿意去谈这件事情，愿意去研究这件事情，所以，哎，我觉得也很好啊。我好像感觉到我做这个事情也做的是一个时机啊，因为我们这一辈的人，或者是比我还年轻的人，其实在这个时机就对死亡好奇。那我觉得可能我讲不到什么很厉害的大道理还是什么，但是以我一个30多岁的人对死亡的理解，可能也能够去跟我相同 level 的人做一个分享，所以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的，而不是说哦，我今天很厉害啦，我对这个事情已经很了解渗透这样子，所以可能我，但是我相信我讲的东西可以对像我这个年纪或者是比我更小的啊，可能有一些 inspire， 我觉得就很好，而且能够去制造一个空间，可以很开放、很自由的去谈论死亡、跟悲伤、跟 grief， 是很珍贵的。好像我们每次 sharing 的时候做一个 part， 大家都很愿意把自己的一些心事啊，或者是过去的一些悲伤给讲出来。虽然可能他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得到治疗还是什么，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就讲出来，就是一种很好的抒发，对呀，所以我发现这个东西蛮好，然后我们都想继续这样子一直做下去，好像成为我们的一个像routine 的一个工作这样子。那你知道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你们有很像富贵山庄啊，他们就是很我第一次踏入到吉隆坡就是富贵山庄嘛，他的那个殡仪馆，哇，就是很豪华。我还记得进去的时候说，哇，那个 chandelier 这么大，然后感觉就像一个 hotel。那他们比较注重就是那个预先安排嘛。那你们议员也有做这样的预先安排吗？我们现在目前还有一些事情在卡着，就是说，其实我们都鼓励大家做这个预先安排，然后我们做预先安排。因为如果你的了解的话，可能很多大公司他们做这种所谓的配套预先安排，它其实帮助家属解决的问题，很多时候是可能讲说省钱，对啊，帮你省钱，你可以 installment， 但是里面到底 go 出什么东西，其实他们也不懂的啊，大概懂可能佛教土葬这样子 ，that's it， 但是你知道我们这里面有很多的 details， 我们需要去 go through 的哦，所以像我自己跟我的这些client 啊，或者是这些网上的这种人在聊这些，在谈这些的时候，其实我就会给他们一个问卷，然后有3-4页，就有大概好像是60多个问题，然后他们要去 go through 要填，然后我再会跟他们去讨论啊。但我们现在目前还卡着，就是说我们没办法去给他们所谓的工期啦，或者是我也没有先卖。但是这会是我们想要努力的一个目标，因为整个大趋势都是这样嘛，大家都
提前买这样子，都希望可以先做好准备，下一代的不用再烦这样子。不过还在努力。对 yeah, 因为你的应该算是比较个性化，嗯，所以在个性化，其实我们也有就是有面对这样的一个情景哈，就是、嗯、比较大的公司有可能他们就是一个配套，可是他的配套就是哦，配套里面有的东西，可是我们要更改一些东西哈，好像我们公司也是做比较个性化的嘛，嗯，像如果说他们买那些配套，他们就有可能。很难去更改，因为他们就是一套的嘛。对。啊，花也不可以改。那我们这边就得想一些方式哈、哦，来做这个个性化。嗯。然后要预先就是把他们的 instruction 先记载下来。是。其实这个过程，我觉得现在哈、哦，好像疫情之后比较多人对这个死亡的话题没有这么避忌了嘛。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来的。嗯。很多人问我说。就我就感觉说现代人越来越愿意谈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真正的那个 turning point 就是 after pandemic 之后啊、或者是 pandemic, 然后 after, 从那一刻开始哦、然后大家就好像就觉得这件事情不是这么遥远的事情。诶可是你其实在 pandemic 开始嘛。对 对, 对。哇你可以分享一下吗在 pandemic, 然后。是啊就是绝望啊就是很绝望。那时候只有我跟 Alan 两个人。然后开始我们接的第一个 case, 然后就所谓的叫什么 lockdown。Yeah, 就 lockdown 了然后那时候。然后到底我们要不要接因为那时候 SOP 还没有出来的。然后你知道一开始的时候是很可怕的这个病。好像一弄到你就会很严重。好像 SARS 的时候。对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想说那万一如果我们其中一个人一中其实这个店就继续不到的。我们就只有两个人嘛。嗯。所以一开始我们不敢接。不敢接。然后到后来的话开始 SOP 出来的时候我们就来做了。而且那时候的死亡人数很高。所以那时候几乎每一天都可能有一两单这样子。哦、所以整个下来我们那时候这样子刚出窗都有处理差不多将近100单的那种 COVID 的案子。哦、所以从一开始然后不知道怎么做然后到后来熟悉了怎么做之后然后我们在想因为我们就走个性化嘛可是你让整个 COVID 期间你什么都不能做然后到底你怎么去让别人知道我们还是有在努力啦打个比方那时候我记得第一个我们有一次我们去接一个的时候因为他还是有来做那个认领嘛然后之前你什么都不能碰嘛结果我们一打开那个袋子他就满脸都是血。然后你知道就吓死家人了，所以后来我们就是都会先去看，我们带一块布，然后如果有血，我们就先抹干净这样子 ，at least 你可以就是什么。然后后来我们也做很多那种 live streaming 的东西咯，啊，就是可以让他们跟着一起念经啊这样子。呀，所以我们 try 我们的方式，在那个时候就尽量去做到，就是减少那种遗憾啊。Although 它还是非常的。很悲惨啊我觉得如果要形容的话。真的真的。又不能换衣什么都不能。欸其实哇你们的方式你们还可以开哦。我们在新加坡其实只要是接到 COVID 的 case, 我们在医院那边他们就 double bag 了就已经在那个袋子。然后我们就直接入墓直接修、哦、直接就是封那个棺木直接就要去火化场。这样的你知道是不是他这样子。哦、不让我们看所以他就是 tag 咯、嗯、就是全部都 tagging。那时候政府其实好像因为 SARS 的关系所以他们就哇很严格。很严然后我就真的有一个 case, 那时候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政府出的这个 SOP, 然后我们就跟家属说诶你最后一套衣服一定要是护士帮你爸爸换。哦、okay。因为我们换不到的。嗯。然后他就说 OK,OK, 因为你知道很可惜就是那些 COVID patient, 他们我不知道晓得在马来西亚我们在新加坡是有一个应该说一个 glass panel, 嗯然后往生者就在那个护士、嗯、那个 ward 里面嘛然后家属就在这边看着他们整个就是怎么样去修然后他们就放我这个是我朋友因为他的爸爸也是因为 COVID 然后过世他说你知道他们把他的眼睛盖起来用一个 scotch tape, 嘴巴用一个 tape,、嗯然后他们连近距离也不可以、嗯、就是很遗憾就是没有这个机会了就是说触碰、嗯、然后他们就跟他疯所以我这个 case、哦、家属已经准备了这一套衣服所以当他父亲往生他跟护士说不要换件我去车上拿我爸爸的这一套衣服然后就过了几分钟他回来的时候诶已经换了嗯哇护士打给我说诶你们殡葬业的不会做啊最后一套衣服给你们吗怎么给我们哇所以有时候我跟你说我们做这行也是很无辜的然后我说你不晓得 SOP 吗它是往生于 COVID, 所以我们连
换衣服都不行，哎，我不管不管，你们自己去 settle 啊，跟家属说我们不可以再换了，所以家属就很不满意，就在那边嚷嚷啊，就吵，然后之后反而是我们中枪，因为之后 authority 就写一封信给我说，哎，你的团队对护士没有礼貌，哇，然后我说啊，我就去问我的团队说，你跟护士没有礼貌，他说啊，没有啊，都是家属在骂，所以原来之后我才发现，他们连去找家属啊也没有，就用 intercom， 说你怎么知道是谁在喊你，谁在骂你？所以我说哦，算了，这个事情我就本来是想说要就再写信回去啊，就说哎，说给我看那个 CCTV 啊，到底是谁啊？因为连家属都跟我说，你什么事情你可以来找我，是我喊的，是我在讲。然后之后我就哎，不用紧了 ，reminder， 他就 self 就是一个就是 reminder。我说你可不可以 remind 他们也是，我们殡葬业者是不可以换往生者的最后一套衣服的，所以我很 surprise 你们这边还可以说。没有，我们是开一点点看脸吧。哇，我们连看都不可以看呢。我们也不能换衣。哦，对了，也不能换衣，就是只是放在那个 bag 上面这样子。哇，这样我想问一下，你在殡葬也是应该有几年了？十年了。十年了。是啊。怎么样？对人生的这个观念，还是看到这么多哈，有没有说对你有什么感触吗？对，一定有啦，一定有，都这么久，然后也一直接触很多，从以前可能都是 outsider， 到近期可能你会碰到你的朋友，对不对？跟我一样 age 的也突然离开，有一位嘛，对吗？对，是那个茶是他也是你朋友，他是我的朋友呀，而且他也曾经就是我 start 我的议员之后，然后我们有 share 一些 concept 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讲，哎 ，brother， 就以后我的就交给你喽，这样子，就很多就会这样开玩笑跟我讲了，只是你没有想到真的发生。他是因为心脏病吗？心脏病呀， yeah, 好好的，好好的一个人 ，of course 他有一点大志，但是你想不到。其实我觉得最近过了疫情之后，就很多这样的。Yeah. 其实刚刚昨天也是接到一个，也是很年轻，比我小一岁，然后也是这样子，两个钟头就心脏病就这样走了。所以，真的是希望说，经过用我这个 podcast， 然后跟你分享，然后你们都可以来参与哈。想问一下这个你的这个好好的告别是每一个月都有吗？我们努力着，努力着，我努力每一个月都要做这样子。哇，希望有一天我们新加坡新马可以有一个一个 join 的一个 service， 因为我真的觉得说，如果说可以对这个死亡更认知，可以跟小朋友也是哈，因为我其实跟我女儿。我真的是很坦然的跟他分享关于死跟生死，因为之前有一个uncle， 他是我们的邻居嘛，在楼下的邻居，像每一天我女儿都会看到这个叔叔啊，这个应该说公公啊，他应该90多岁那时候，就会很热情的就去抱拥抱他，然后跟他诉说他这一天过得怎么样。然后当他走的时候，这个公公走的时候，其实我就写一封信给家属。哦，给白金的时候，我就写哦，其实你的父亲哈、哦，在我女儿的人生中，从她出世到她你爸爸往生，其实她每一天看到她，她就很期望可以看到这个公公。然后一看到她就 hello， 好像他们就是我每次说他们好像是前世应该认识的。然后啊，今世哎，好像看到好特别好老的朋友。然后之后听说他们在那个 service 其实有分享。我写的这个文章，然后之后带着我女儿去丧礼，那我女儿就哎，我们去哪里？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她才3岁，然后全部的家属就围绕着她，然后就跟她说：“小妹妹，谢谢你，谢谢你。”然后就说：“跟我谢谢什么？你都不了解。”然后那时候我就抱着她上去，跟她说：“哦，今天要送安哥出殡了哈。”还也不了解什么叫出殡，那我们就跟着他嘛，跟着他的棺木就上了灵车，然后我还记得我女儿就问我一个问题，她说为什么安哥要用这辆车，为什么不可以用你的车？所以我就哦，因为安哥是躺在一个 box 里面，然后一个盒子里面，所以他是躺着，所以不可以用妈妈的车，不够大，所以之后我就用一些书本来跟他解释，可是在解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他有点沮丧。所以我就哎，不要用这个机会，然后再看，过几天再跟他看卡通的时候，再跟他解释啊、就用 Lion King 啊，说你看啊 ，Lion King 辛巴的爸爸怎么了？哦，死了。所以我还记得在几个月前啊，有一天他要睡觉之前，我在跟他按摩脚，
在按摩脚的时候，我就问他这么好还按摩脚、啊，因为我要给他睡觉。我说妈妈给你按摩，他就在按摩脚。我说哎，莉安，你妈妈老的时候你会不会给妈妈按摩？嗯，会。然后他就问我一句，妈妈你先死还是爸爸先死？然后我说也不知道，我们都一样睡啊，我们都一样年龄哈，就希望说不管谁先死，最重要就是我们可以珍惜现在哦。他就然后就睡着了。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这个死亡的话题不可以去避免啊，一定要很坦然的去面对。好，那非常感谢永丰 ，maybe as an ending note。因为通常我都会说哈，你有什么就是什么所谓的 life advice 啊，还是你的人生的一个 life motto，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就是既然今天我们这么难得两个殡葬业的人都坐在这边，然后聊这件事情的话，那我就鼓励就是在收看这个 podcast 的人，可以就是可能你不知道你要怎么做，但是我觉得 at least 今天晚上可能你回到家哈，可能你躺在你的爱人的旁边，那你们可以稍微的去聊一聊，到底说如果有一天对方先离开的话，你希望我们怎么去帮你去庆祝也好，或者是怎么去帮你安排这一个最后的这个告别、哦、也许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啊，这样子。那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的 podcast 就起码有一点作用了，就有鼓励大家去谈这件事情。对、啊、对、啊、对，非常感谢。那永丰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要如何去追踪、哦、你们的讯息。他就我们都有啊，IG 啊 ，FB 啊，小红书啊，哇，小红书都有啊，有，对，就你们就查一元吧，一二三四的一元满的元，不然的话就是 YIYUAN、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呀、yeah, ，所以一定要去追踪他们，因为我是他们的很大的粉丝啊，谢谢你。所以你们也可以变成他们最大的粉丝哦。感谢大家 ，Thank you so much for joining us for Dying to Meet You. The very first time we have a funeral director as well as conductor in Mandarin. And maybe if there's any more questions that you have for Yongfeng, please let me know in the comments and I will direct the question to him. Thank you so much， 谢谢你，非常感谢。